节目好累哦，大家头都这样子，好辛苦。哎，掌声接受歌，哇哦，好不？嘿嘿，哎，你来自华资分析是不是？好，等一下 hold 住哦，我要跟现场朋友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国际钢管标准舞。那么同时让现场朋友们表现得好不好？那要不要掌声鼓励？哎，今天是我们的博风钢吉义祠111年的庆赞中原轮值到我们的富钢富凤联庄的庆典。那我们同时今天舞台上的节目特别邀请我们的国际钢管老师小军，那么来到这里要谢谢我们今天的头等神珠主人家，感谢我们的许饶秀兰女士及许国谢大哥以及许家球大哥。